为什么叫原著都是东丈？因为他们东丈在这个版本里面原著实在是太好用了，他可以把倒在地上的人直接踩起来啊，然后再做一个追加，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角色再次做一个辅助。用东丈做原著，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原著了，比赛斯的还要好用。罚站模式就是输的话就一直留在台上啊，接受挑战，就是罚站嘛，你不能动啊，只能站在台上接受挑战，顾名思义罚站。五六千块。